由澳门中华总商会青年委员会主办，澳门青年创业嘉许大奖2015活动报名已经圆满完成。主办单位表示，感谢青创企业对活动踊跃支持，今次活动一共收到近百份参赛表格。初步筛选后，会交由评审团根据参赛企业管理及发展策略、财务及成本控制、产品服务、市场定位及竞争力、营销及推广几方面进行评选。另外，主办单位亦介绍到今次参赛企业情况，包括众多行业范畴比较平均。咁我哋见到有一啲饮食啦、餐饮嘅公司啦，咁亦都有零售，亦都有一啲文创。咁而我哋都觉得几好嘅。咁喺资讯科技，好多公司系软件公司系，譬如帮人设计个 apps 啊，喺手机度啊，或者帮人哋。啲公司係度身訂造一啲軟件，去幫助一啲公司，除咗即係會計啊等等之外啊，咁好多個範疇都有嘅。咁變咗其實都冇我諗大部分都十零廿個 percent， 我諗都有五六七類嘅公司去參加咁啊等於頭先所講，咁都幾平均嘅。咁今次收到個表格。有关青创大奖活动入围名单将会在2016年1月中公布，而活动颁奖典礼将会在3月举行。